哇塞，转的这么久，来继续的再转，厉害！他是地狱三头拳，哇，战斗班，他是盘古第六拍，真的吗？他是地狱三头拳，还在转，还在转，他转不停，啊，哇，他开始摇晃了，啊，怎么用手给人家抓起来了？你犯规！我摔下去了，你犯规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战斗班，旋转班。战斗，看看。这次是天翼战神，天翼战神，利用斜脚步在那边转，看来这次没有很成功的出发。哦，可是天翼战神还是占据了高速加速轮盘。哦，占据了高速加速轮盘，左右在那摇摆。天翼战神，哇，停下来了。刚刚地狱三头犬打得很成功，说这次天翼战神有一点小失败。那这个是万象宙斯，万象宙斯卡住了。哇，你没有卡好就用下去。怎么会直接用？对，直接用到你要亮到最后面，然后对准，有对准吗？3、2、1，哇，这是黑色的万象宙斯。对。哦，万象宙斯的旋转非常高速，哦，比那个加速轮盘还要快。它上面带着火焰一般的旋转招式，哇，高速的旋转。被他打到的人一定会飞到外太空去啊！对，像这个地狱三头神啊，战斗吧，战斗吧！哇塞，还有旁边两个加速轮盘呢，这是超级竞技场哎！对啊，嗯，这是超级竞技场。对呀，这是战斗陀螺专用的，是战斗城。耶，哦耶！那你要拿去学校玩吗？不行，不行啊。